哎，哦，小娜，还没有吃饭呢，我现在正在工作。什么嘛，说是请人家吃饭，又去加班，真是的。太棒了，安哥，你真是了不起。安哥，真行啊你！多亏你们两个人帮忙啊，你们俩累坏了吧？嗨，没事。好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剩下的我来收尾。哎，好嘞，安哥，那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好了。回去反正我也是一个人，还不如在这儿陪你呢。饿了吧，吃点饼干吧。哼，还真饿了。小文碰巧找到了你们公司，你们两个又碰巧分到了一个部门，而且呢碰巧你们两个又一道加班，你说你们两个这么多碰巧碰在一起，是不是太碰巧了啊？是啊，不是，我问你，他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有必要嘛，只不过是个同事。我才不信呢，我看他那样就不像，没准啊还对你有什么想法呢。我没有想法不就得了，我是有妇之夫。你说的倒好听，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嗯，这还有汤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不怕贼偷啊，就怕贼惦记。那你要我怎么办吧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你呀、帮他介绍一个对象，把他给嫁出去，这样的话大家就相安无事了。他的事情我管得着吗？你管不管？好，我管。他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这个老同学可以给他介绍对象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啊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。怎么样？还行，不错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好好好，这个菜咱们放这边。来来来，你再尝尝这个。哎呀，还有啊，我肚子快撑爆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我给小娜，
那别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帮帮我这忙吧。最近我打算推出一批新菜，你呢嘴最刁，只要你觉得好的啊，别人也会觉得好。可你尝了半天，你只说这个不错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你再帮我尝尝吧，啊，再尝尝这个。哎，表哥，其实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我呢想给你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尝完这个咱们再说啊。C 的我呢满嘴都是啊，我吃完以后回去就拉肚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一点都不好笑是吧？对不起啊，那我再讲一个我刚进公司里的事情吧。安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你这个人啊，你这人心里有鬼的时候嘴上就支支吾吾的，有什么话你就跟我直说吧。我是想跟你介绍一个男朋友。你给我做媒？做媒啊，你都快38了，你总不能这辈子就一个人吧？我这一个人多好，我一个人多自由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这想吃吃，我想睡睡，我就是想看黄大夫都没人管。那你想一辈子就一个人？不，我那可我户强可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，是吧？你也知道他们给我介绍180了，那没一个成的呀。是啊，别人介绍的你看不上，但是我的眼光你总该相信吧。啊，本来是挺相信的，不过自从你找了安木当老公以后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表哥，就当我没说，就当我没说。是你老婆的主意吧？不是不是，是我这么想的。反正你以后也要在北京发展，应该好好的稳定下来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再好我也不见。哎呀，你就去见见嘛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是我喜欢人家，人家喜欢我这粗人吗？我说你头头啊。怎么能说你自己是个粗人呢？你呀、啊、充其量你算一个个体工商户，私企老板，商人。商人丢人吧，商人。我真的不去，我刚刚进公司没多久，只想努力工作，至于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不要一口回绝了呀，我跟你介绍的这个人呢，不但人品好，而且呢心地善良，老实诚恳，也很有事业心，是一个面馆的老板。他们家在外地，他一人在北京，又没什么负担，人又好，属于那种小鸟依人型的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长得五大三粗，但心却很细，很会照顾人，不爱慕虚荣，花钱也不大手大脚，孝敬父母，对朋友讲义气，稳重大方，聪明得体，没有大男子主义，从来不惹是生非，不抽烟，偶尔喝一点点啤酒，说话很少带脏字，也很讲个人卫生。你怎么对这人这么了解呀、啊？哦，他是林娜的表哥。林娜的表哥？啊。阿木的同事，嗯，还是个大学同班同学。这种女孩啊，最适合当女朋友了。如果当老婆呢，那就更称职了。阿木成天就夸她，夸得跟仙女似的。哎，你要不见，你可别后悔啊、哦。怪不得你把她夸得跟朵花似的，原来你是有私心。那不如这样吧，你去见一下，你要觉得好呢，你就谈下去；你要觉得不好呢，那就算了。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就不用去了。本来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就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啊？难道你心里有鬼啊？没有，我心里没鬼。哎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见啊，那就算了。本来呢，安木是托我介绍我的同事给这个女孩的。我看她人好又漂亮，我想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既然费力不讨好，等等，表妹，她长得漂亮吗？
哎呀，原来问题在这儿啊，表哥，你也是个好色之徒。去，我也是男人。长得还说得过去，哦，就是有点像林青霞。啊？嗯，不是那个表妹，既然你这么。给我介绍，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，委曲求全，我只好答应了。哎呀，慢点、嗯、你干嘛去沙漠呢？没去沙漠，但是跟去沙漠差不多，得亏离你这儿近。我今天下午啊，说的我嘴都起泡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去了？说的嘴都起泡了。我呀，给人当红娘去了。哟，你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。你给谁当红娘去了啊？纪晓雯。纪晓雯，你媳妇儿的主意吧？怎么都这么说呢？不是，是我的主意。那你把纪晓雯介绍给谁了？我认识吗？认识，林娜的表哥。互强。哎呦，哎，纪晓雯跟互强，这不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吗？你是不是在搞笑啊？哎呦，我亲爱的侄子，严肃点，我觉得合适，小娜也觉得合适。哎，你看，说漏嘴了吧？还是你媳妇儿的主意。嗯，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喝点什么酒？不要。哦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再加点什么菜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别客气，你吃啊，来、哦，别客气，吃啊，别客气，来，谢谢。也不知道安木和小娜，跟没跟你说说我的情况。我今年38岁了，比你可大多了。我知道。是吗？那你不介意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吧，别看我这个人年龄一大把，我在感情方面的经历还是挺单纯的。一直没找了女朋友，也曾见过几个，但是一直都没成。以前上班那会儿啊，看着别人结婚，自己心里还挺着急的。后来我自己开了个面馆，这一忙起来啊，这些事儿也就不太在意了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。嗨，你别光说我了。你也说说你自己吧，啊，听说你跟安木学的是一个专业，嗯，是啊，哎，他和你表妹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啊？大概是半年前吧。哦，那认识不久就结婚了？算是吧。啊，听说你到安木他们公司工作了啊？你工作还很顺利吧？还行。哎，安木和林娜是怎么认识的？安木和，这就应该是朋友介绍吧。哦，相亲结的婚。哎呀，看来你和安木真的是好朋友，你还真挺关心他。那当然了，还是继续说你的情况吧。哦，我们都说完了。这个清蒸红花蟹，小姐，给加一份佛跳墙。请问是大份还是小份呢？大份是888，小份是666。这是小。大的。大份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对，那个你多吃点美容的。那咱俩一块吃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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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的妈呀，我是见了鬼了，我这是那个，这不是他小姑姑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呀？哎呦，你看，对了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今儿还有课，我都忘了请假了。少假惺惺的，哎，申请的服装啊，发下来了，这个是报名表，我可是特意给你拿来的啊。哎呦呵，非常感谢。不过这些东西现在对于我来说好像都没什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女朋友。哼，现在你的阴险目的终于暴露了，你为了泡妞你才来上舞蹈班的。这也没什么错吧。嘿，像你这种人还配有女朋友？我当然有了，还是大公司的职员，正宗的白领女性。神秘兮兮的，不就是纪晓雯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是安慕她姑姑，你当然知道。哼，你呀，别猪鼻子插大葱装相了，纪晓雯能看上你吗？哼，你跟纪晓雯啊，是绝对绝对成不了的，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。不可能是吧？看见没有，我送了他一只红玫瑰，他回送了我一只黄玫瑰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行了，别白日做梦了，就你个半大的老头子，哎，纪晓雯能看上你？哼，简直是可笑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一个呆傻弱智什么口眼歪斜的女人啊，这我倒相信。哎，我今天我心情好啊，不愿意跟你计较，你说的这些呢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。这衣服呢你就留下吧啊，回家的路贼那边。您是不是？我把话给你搁这儿，有你哭的那天。哼，哼，我吃不着葡萄的老狐狸。人事处去了？去了。申请表交了？没有，那么多人，到处人山人海的。偷偷的呀？偷偷的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死脑筋呐，就是下班以后啊，堵住人事处长的去处，递上你的申请表，当然别忘了一个小礼物。这有用吗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在公司里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连这点事都不知道啊？这公司里嘛，要想争取点什么，没有好处怎么行啊？这种小恩小惠有用吗？话是没错，不过你这样做总是表达自己一点心意，人家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啊。再说了，这人事处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。我怕什么？我又没有得罪他们。再说这次出国不是看个人贡献吗？净是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就骗你这种傻子呢。哎，你是不是送礼了？哎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呢。哦，我无所谓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嗨，其实啊我也无所谓，可是咱们的老婆就不见得这么想喽。啊，让你久等了，那儿排队是。哎呦，那人多的，来来来，老公给你打开。好，这天儿忒热了是吧？哎呦，哎，容易吗？我问你，您呐，从小是在你们家长大的？啊，我就像他亲哥哥一样，我说什么他都不敢不听。来来，喝喝喝啊！那你后来为什么又同意安慕和林娜结婚了呢？哦，嗨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是吧？这小娜呢，非要嫁给安慕。再说安慕这小子吧，虽然说没什么大优点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，是吧？这日子毕竟是他们俩过。哎呀，最后我就勉强同意了。不是，其实咱们俩吧，哎，我你知道安慕他们婚后生活幸福吗？
阿木，阿木还可以吧？要是没阿木那事儿妈是那小姑姑啊，他们俩过得可能更好一点。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？你说咱们俩谈恋爱，可是咱们俩每次聊的都是安木和小娜他们。啊，那毕竟他们是咱们俩共同熟悉的人嘛。啊。再说，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你的生活背景。真的？那你问吧。你想知道什么你尽管问，我肯定毫无保留的坦白交代。小文，我小文，我洗发水，哎，别买这么大的，多沉啊，不如这种小包装的带着多方便。牙刷、毛巾、创可贴、风油精，好多东西都没买呢，快点吧。哎，你现在就买出国用品，是不是早了点啊？还不知道派学去呢，早做准备也没坏处啊。到国外还是用自己的毛巾比较好，用人家的总是别扭。哎，你也买两条吧。我可没你那么急，等宣布决定学去的时候再买也不迟。反正我是着急的，我觉得这次于连还是有希望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觉得我们家安木还有希望。你说咱们公司怎么就没有这种福利啊？如果要是也有带薪休假的话，我估计大家工作起来会更积极的。是啊，谁让咱们老板又死板又抠门啊，没辙。不过他们公司一个部门只给一个名额，我觉得中头彩的机会实在是太小太小了。能不能去得成我也无所谓了。你别嘴硬了，我知道你这次做梦都想去的。因为这次是去法国嘛，本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有去法国旅行的计划，也没实现。现在有一次公费的机会，如果能实现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。我希望于连也能争取到这次机会。法国呀，那可是每个女人梦里都想去的地方啊。我跟阿木结婚以来，他也没给过我什么。如果这次能带我去趟法国，那也算是他的贡献。哇，卢浮宫、埃菲尔铁塔、凯旋门、香榭丽舍大街，香水、法国大餐、时装、金发美男。经过公司的批准，你们部门的出国名额是于连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不客气，一会儿上人事部把手续办一下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好嘞，那您慢走啊。好嘞，好，不送不送，再见。哎呀，别这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这次不行下次嘛。我作为咱们部门的经理，这次就全权代表大家了。哎，我要是当上经理就也能代表大家了。不光因为我是经理啊，这公司看重的是个人的贡献。从现在开始你们加把劲努力表现，明年的名额肯定就没我份了啊。至于今年嘛，其实呢我也没给公司做什么，还可能只比你们多做了那么一点点。是礼物多送了那么一点点吧。行了行了，都去工作吧。这家伙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不会因为这事儿怨我吧？啊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哪至于啊，我怨你干嘛？我生我自己的气。哎，其实这一次呢，要不是为了欣欣啊，我就把机会让给你了。我有老婆嘛，你就体谅体谅啊。我没老婆啊。哎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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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呢，你可以瞒着琳娜，就说公司取消这个计划了。你净出馊主意，我干嘛要骗他？
傻瓜，你要不骗他的话，难受受数落的准是你。我能瞒得过去吗？你和欣欣这一走，林娜肯定会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欣欣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让欣欣啊再找个理由去请假嘛，比方说去外地探亲了，陪我母亲回老家。你啊就按照这个计划行事，要不然啊你可有罪受。哎，这女人呐，这一唠叨起来就跟那电影《大话西游》里唐僧一样。小娜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明知故问嘛，收拾行李准备出国旅行啊。咱们结婚的时候啊，你就欠我一回，这次呢算是弥补我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公司今天宣布了没有啊？哦，你说你在你们部门是不是贡献最大的？上个月我记着公司还表扬你来着呢，你不觉得这次你去的希望是最大呀？哎，我听欣欣说于连的希望也挺大的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承认我有点自私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去，谁不希望自己老公比别人强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，你是不是落选了？那公司派谁去了？没有啊，旅行的事情取消了。小娜，你生气了？你们公司那么缺德呀，把人高高捧上天，又重重摔下来。对不起啊。那也不能怪你，你也努力争取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去就不去吧。看来是时机不成熟，老天爷也不帮我们。没关系的，小娜，等我们休假的时候呢，我们自费去一趟，我一定带你去趟法国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给你做饭去啊。阿母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是你啊，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？我不是告诉你不要给我们家打电话吗？我找你又没别的事儿，我只想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。好了，别提这件事情了。有空出来坐坐啊，表妹夫。求求你别说了好不好？哎，妹夫，有空没有啊？哎，出来一起吃顿饭吧。啊，小文也在呢。哦，表哥啊，可是小娜她已经在弄饭了。嗨，不做就是了，出来吧，我和小文在这等你们，今天一定谢谢你们。哦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高兴，来多喝点啊！哎呀，多亏了你们两个大媒人呢。看到你们两个人好啊，真的很高兴，恭喜你们啊！是啊，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小文，来，是啊是啊，其实啊，我也是挺惊喜的。小文，其实我表哥人啊挺好的。就是有的时候呢不会说话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怎么会呢？我不会的。那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，祝你们感情啊发展越来越顺利，更上一层楼。阿木，哎，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不会喝酒吗？就喝慢一点。来来，喝杯水。对对对对，喝口水就好了啊。要不你吃口菜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
小文，吃点虾吧，很新鲜的，今天中午刚到的货。啊，谢谢你，还是你吃吧，你不是最爱吃的吗？表哥，看来你们俩发展的不错呀。是吧？羡慕吧。就是啊，阿木，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帮我夹夹菜、剥剥虾什么的呀？看来你心里啊根本就不重视我。小娜，那不比不知道吧？没有啊，我心里对你好就行了嘛。那你说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帮你夹。晚了，我说出来你才做，那怎么能显出来你对我好啊？哎呀，我说妹夫啊，这好啊，光放在心里头不行，你得说出来，你得做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做，马上就做。哎，小娜，你喜欢吃这个蔬菜，多吃一点。还有这个生鱼片。看，这家伙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都没分寸。好辣，把我当饭桶了。哎呀，妹夫，真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把我们家小娜给骗到手的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。阿木，来尝尝我这手艺。哎呀，那我就不远送你们了啊！谢谢啊，表哥，谢谢你们的招待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阿木，我突然间觉得吃的特别撑，不如我们两个到东方广场去散散步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现在时间还早哎，我看不如咱俩到时代广场去溜溜弯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正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呢。那好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再见。你看，哎，看他们俩多恩爱。不过咱们俩也不错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忽然想起件事儿，我得走了。什么事儿？我能帮忙吗？不能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咱们打电话连。再见。那个混蛋护强还是知己呢？啊！是不是跟安木啊？安木，安木是谁呀、啊？我的安木早就找不到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小文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还是劝你一句吧。这件事过去了，你就把它忘了吧。林娜一千个不好，一万个不好，可她毕竟已经是安木的媳妇了。你现在对她这么痴情是没有用的。可我管不住我自己啊。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虽然一开始我盼着你们俩和好如初，可是现在这事不可能啊。小姑姑，你最了解当初我们的感情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没希望了吗？我真的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哎呀，小文，虽然一开始啊我也不看好林娜跟安木，总觉得他们俩不会长久，可尽管这样，
我也不赞成你去破坏他们。如果你要是当了第三者，我做小姑姑的第一个就不答应啊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你再找一个你喜欢的男朋友嘛，反正你跟护强啊太委屈你了，也没有必要啊。你应该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。是吗？是啊，就算是做戏你也应该找个好搭档吧。你看他那样啊，你这不是把牛粪往自己身上抹吗？哎，反正啊，我觉得你跟护强不合适，不能让他占你的便宜。于莲，你把那牙膏递给我，还有那化妆包。哎，你再想想，可别落了哪样啊。哎，我看差不多了。哼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从来没出过国呢，你们年轻人可真幸福啊。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出去一次啊，我也就心满意足喽。妈，这次公司啊非要派我去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其实啊我们还不想去呢，是吧？是啊，婆婆，于莲啊她也就是为了完成任务。这法国有什么好的呀？啊，欧洲国家现在正在蔓延什么口蹄疫呀、疯牛病啊，到那儿啊只能吃素的，不敢吃荤的，这不带那么多方便面吗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意思。那你们为什么还去啊？啊？哎，那不是盛情难却吗？哎，就给公司点面子。我又是领导，得起个带头作用啊！哦，不能说人家国家有流行病，我们就不去吗？啊？是啊，婆婆，也就是于莲她风格高，他们部门的其他人啊都不愿意去呢。哎呀，您以为是什么好差事呢？这安慕他们一听说派我去，乐得直蹦高。可不是。哼。哎，你可千万千万。我明白，我不会说走嘴的。给你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知道你们要出远门，我请先生算的命。那先生说什么？你的名字还可以，星星的名字就不好了，五行缺金，而且你的命还特别硬，弄不好啊还会影响余莲。你们这次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出了问题那就可了不得。怎么会呢，妈？这么多年不都好好的过来了吗？您别净想不吉利的事情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反正先生都说了，星星的名字一定要改，就改成这个三个金字的星。哎，就是这个字儿。好复杂呀，写都不好写。但是对你有好处，还是改了吧。先生说了，只要你名字一改啊，就可以保你们夫妻一生平安。听话啊，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字儿给请来的。啊，请来的？那您花了多少钱呀？哼，100块呢。哎，妈，您平时那么节俭，怎么为这么一个破字儿你就肯破费啊？什么叫破字儿啊？这叫吉祥字儿，再贵也不能省啊。星星啊，你把名字从今天开始就改了，以后你们的日子啊就会大吉大利。妈，好吧，婆婆，这字儿就放这儿吧，我们会改的哈。啊，是。哎，妈，现在我就把这个心字啊填在这个表格上啊。心是吧？啊，三个金的那个心。嗯，好了，写好了，可以吧？嗯，改了就行，这都是为你们好啊。这个表格交给你了，明天是交易表的最后期限，你得先到你们公司去盖章，然后再交到我们公司去。我实在是脱不开身，就拜托你了啊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了。
小文儿。哦，对不起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太激动了，你从来就没给我打过电话呀。是吗？你现在忙吗？能不能出来一下？啊？不忙，一点都不忙。你说吧，在哪见面？好，我马上就到，哎，马上就到。看来我们大有发展，从原来的我约他发展到现在的他主动来约我。哎，我穿什么去呢？穿什么？